李幼斌，1958年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长春市，国家一级演员。1985年首次主演电影《死证》，1995年参演电视剧《布尔什维克兄弟》，2000年主演电影《横空出世》，获得第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。2005年出演电视剧《亮剑》，获得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。2008年主演电视剧《闯关东》，2012年主演《老颜有女不愁嫁》，2014年主演功夫喜剧《爱的保镖》，2015年主演的电视剧《别让我看见孙老倔的幸福》首播，2016年主演电视剧《决战江桥》，2018年3月入选中国电视剧60年大戏人物卷，8月24日参演的电影《信仰者》上映。喜欢李幼斌老师就给他点赞吧。